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想了三天，投资朋友，你到底决定买什么样股票供12682呢？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程式。今天加权指数已经来到10460点后，那在百点不到的空间10545，加权指数即将要再创新高。那今天其实有个非常好的现象，是我认为对于多头非常振奋的一个讯号，是道琼工业指数再创历史新高，然后南纵指数也是喷出大涨，再创波段新高，等于已经有两个国际股市在整个这个波段的一个横向压缩整理过程里面，又再率先创具新高了吼。那你可以发现到，不论是南韩或是道琼工业指数，它其实这是很高档的横向压缩，这个区间非常窄，所以它是一个相对强势的整理，所以他们最率先创新高。那其实我们台股比他们还要再强哦。我过去这两三个礼拜一直告诉大家，请大家不要再花费时间在只看量价关系，只看均线，只看这个加权指数日 K 线的形态，还可以每天半个小时或者是两个小时的这种股市解盘节目，还可以解得这么精彩，这一整个月都在演这些。我说那个线从头到尾都是错的，还可以解得。这个都是浪费时间，然后没有抓到这个盘势格局的重点吼。那我们一直告诉大家，这个盘势格局因为指数蒸发的关系，所以所有指数蒸发都是错觉吼。那你只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说，大盘现在一个升息的架构里面，股市理论上面大概99%就是走一个回升波段吼。那事实上你可以看到这个盘势格局，哦，我是市场唯一跟你预告，好，从10283。这盘四个局是要轧空喷出一波到底，你千万不要无量放空，口袋空空，小心被轧到外太空吼。即便昨天仅仅小涨5点，八法量价同步多，我说这盘四个局其实在昨天0050已经站上起轧点吼，这盘四个局就是涨到轧空接近讯号为止吼。那我们昨天跟大家预告到7月13号，就是今天为止，就是正式10283。好，所以我们的飞鹰计划将在今天，好，7月13号，就是今天，就是你看到刘老师节目的这个时刻点。好的，这边如果你信任刘老师，不论我们留多留空，我们的分析架构，我们去年赚了这6000点，上半年赚了这3500点，好。所有的指数流多流空，我的分析架构全部都事先跟大家预告，连全部都给你看。你真的也希望看到我们自己清到会员朋友的电脑交割单，我都印给大家吼。那重点是你有没有获利方程式？好，那盘越震荡越好，像最近这个盘快速的一个波动，投资朋友这都是在给大家赚大钱的一个机会耶。那尤其是当今天加权指数收盘来到10460，今天还是开盘八法的两高盘，这种盘势格局还是要当冲多吼。我们今天也是在10395，就是做多一笔当冲，你可以看到两高盘，你就是当冲多嘛。好，量价还是多方。好，今天还是开盘八法跟量价的同步吼，而且站上起高点三天哦。这盘势格局站上起高点三天，等于10283的转折成立的，就是从10283开始一个向上的一个波段的。主升段的一个规划，好，廖老师说虽然没有过10545，但是我直接告诉你说，我们规划就是直接，我昨天怎么样跟大家预告，我说快，好，就是礼拜四晚10000，大概礼拜五，好，会再复制礼拜二那根轧空白点中长红，好，你虽然你错觉觉得说今天加权指数只涨39点，投资朋友。今天台指期货盘中就是直接急嘎一根白点长红吼，好，这是台指期货日线图，再嘎一根白点长红吼，哎，你有没有发现期货的线形图跟现货的线形图完全不一样？期货更反映出正式的，好，或者是0050，更是正式反映出加权指数真实的波形是什么？因为它排除了这席子的影响吼，我所以。如果你已经错过上半年实现的这3500点，
好，我们是在6月27号10545多单全数出金反手打空单打下来，好、哦，空单我还没有去记那绩效哈、哦，啊，最晚在礼拜二的时刻点10300点，好、哦，我说有扣讯会员还没办好，我直接用电话通知在10300点，实际成交在10028几，没关系，我们扣讯是写103。10300点来去做个布局，好，投资朋友，短短两天的时间，好、哦，这个就是已经是480点的一个价差了哈、哦。那这个盘四格局既然已经，我认为回升的机会非常大了哈、哦。七月多方主动，有可能到7月19号开始机会结算。由于整个合约都是多方，好、哦、站稳起高点3日，好、哦、转折也站稳3日。这盘四格局就是先看一个多方波段，把这一波多头向上冲刺力道把它涨到完了啦。好，而且接下来盘四格局好像不是一语成谶，是完完全全事先分析预告。我说这一波盘四格局会非常容易复制6月10033，如果6月期可以拉高轧空最高做结算，好，那7月就顺势转仓的过程里面。啊，七月也会掌握成本优势，继续轧空向上结算的哈、哦。那今天更好的一个讯号是，来，同志们，这个是摩台子哈、哦。好，摩台子的单月份在7月份的选择，今天是创下整个波段新高，这个是近月期，所以感觉好像没有去创新高哈、哦。但是如果说同志们，如果你去追踪这个摩根台子。对不起哈，电脑有点慢。如果你追踪这个摩根单月份的一个线形图走势，好，七月好单七月的这个日线图的一个走势，你会发现，现在连七月期的这22、23万口也是啊、哦、摩台的单月份的合约掌握价格优势。所以这个盘是跟徐老师说，其实用尽全力，好、哦，把这一波轧空喷出一波到顶的行情把它做完，因为现在连。外资的摩台，好，过去这段时间它互多互空，但现在也是多方掌握价格优势。当摩台跟台子多方同步，好，投资朋友，这个行情会速度越来越快，你不晓得怎么样掌握的哈。我们今天飞鹰计划真的是最后一天，好，好，大盘如同我们昨天电视预告哈，非常容易再击高跟关键性的白点中长红，它已经就是利用这个击高的这白点中长红，台子期货。确立3日不破底转折已经确立了哈，那、啊、今天已经确认摩台跟0050同步创新高了哈，轧空主升段今天才是站稳起轧点，今天才是要正式起涨。好，股票会员你无论如何就按照我们轧空飞鹰主升段的指令哈，持股我们今天全数压好压满，重压到最满哈。你现在如果已经错过了这礼拜一。好，7月11号的一个时刻点，刘老师跟大家讲的10300直接加码，好，买到第3笔。我们是在7月11号的早盘10250开盘前8:40几到50的时候，10250直接试价买。你如果收盘来到10420，这是340点。好，在10300点，如果再加码到第3笔的2口，这是240点。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用最差、最差、最差、最差的成本，你全部在10300点直接买到4口的。120点乘以4，好，投资朋友，2天的时间，你已经少赚了1倍，9.6万元。刘老师，所以我说，其实礼拜二那根长红 K 拉开来，我就轻松很多，因为我们的期货已经顺势的去达成这个绩效了哈。好，那像所有投资朋友，如果你已经错过了期货重压买的，现在就是要观察8月怎么转仓。那有机会的话，这战线扩大到8月，真的是轧空无尽期。因为这整个拉高，如果8月又顺势转仓，像8月看起来又是多方优势哈。所以刘老师3天之前跟大家预告是说，你从那个位置点，不论你被空单被还被咬了100-200点的，没关系，你补空翻多，还会赚更多。好，那现在就要全力去重压去买有机会的股票了吼。好的，最后如果您已经错过郁金光这320点轧空起涨点了吼，你要想办法去复制康控，
美绿、郁金光，这些都是苹果的创新应用。好，美绿是苹果的无线耳机。好，郁金光是这个光学镜头，因为大力光说接下来不只是双镜头，有可能发展到三镜头、四镜头，甚至于美国已经有厂商推出十镜头。好，那所以接下来这个市场已经不只可以为那一档大力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郁金光这一波什么。林老师是从头从50多块钱帮他追踪到370，跟你预告三角形收敛形态，这波喷出的起涨的第一天也公开跟你预告到。可是嘛，你要听郁金光吼，或者是甚至于我们这一档全新的华安第二，我会员朋友30-40天前非常紧张吼。其实因为刘老师在录节目，我不可能去看其他老师的节目到底怎么样，如果前后左右老师说一些什么吼。那我会员朋友很紧张，问我说：“老师，很多人在空我们的股票。”我就说：“这样你要很开心，你不要怕。好，马曼勋刘老师都帮他盯得非常紧，我们领先所有产业基本面都领先，我们领先外资至少1年以上了。好，主升段的股票，它当然一定是当市场越看空它的时候，它越会涨不停嘛。”啊，我跟我会没有说你要很开心啊，别人越用力空这些股票越不会停的啦。今天郁金光有没有如同刘老师的预告冲下371块钱的新高了？你听懂刘老师的意思吗？好，为什么康控这一波能够向上喷出？因为 i8 的一个防水等级现在是世界最高等级，好，那所以它连接线也要是最高等级。那康控本身又是美绿的声学供应这个声学元件的供应商，它结合这两大题材技术产品又创新一个升级，所以康控涨不停嘛。好，从120多块钱攻到170啦，最近还是在高档区非常持枪整理啊。你听懂刘老师的意思？哎，刘老师没注意，今天盘中又创下波段新高哦。好，如果你这些题材都已经错过了齁，没有关系，齁，没有关系，那这一档股票你千万不要再错过了。那刘老师已经跟大家报告我们为什么看好它的潜力，齁，它为什么很可能是下一档挑战可成考战华汉。我现在重点是这个股价才当初200块钱的华汉那种位阶，哦，可成200多块钱这种位阶，你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啦！这里才起涨，好，今日线图的格局才站稳颈线，2个月大底的颈线站稳第二个交易日，今天还是买讯哦，量缩买讯。好，这我们台湾唯一一档真正可以在明年受惠于 AMOLED 面板，真正有在做这一块的。那我们大家就知道，前几天我就跟大家聊到，我认为今年全世界来讲最。就是产品的创新应用里面，真正的一个创新应用，就是三星即将推出的，好，这个 AMOLED 面板的一个手机嘛，对不对？那今年还是没有办法，苹果这8000万片还是要跟三星拿，可是明年开始嘞，我苹果要受制于你吗？我有自己我的红家军开始生产，好，明年开始由夏普开始生产。我们台湾可以跟夏普直接结合的，我们台湾只有这家公司。那另外一家有机会的公司是群创。好，明后年开始，好，这8000万片，如果连夏普也可以在这1-2年之内生产到8000万片，那这8000万片它的营收不止今年的营收，下半年就要上半年就要翻倍，翻倍之后2018年营收还要再翻倍。那这张股票股价就很有想象的空间，那务必跟上我们的脚步。好，200多块钱股票，为什么刘老师就跟大家讲到说我们所有飞鹰计划成员好在这里压到满，晚一点点的在228都还是要追，你这样10张就是16万啊，对不对？好，它是很破例的，像这种200多块钱股票，以往我们特惠顶多放1档2档，那这一次为什么要大家压得很慢？因为今天鸿海假设以还原全息的图，这个是鸿海如果没有还原全息的位置的高点在122.5，你扣掉4块，
就是18，对不对？好，这是环形期的图。如果以环形期的一个图来看，红花客户在卖，今天已经直接站上0.618，今天都还是加码的买讯。好，我昨天告诉大家了，直接见价买。好，我认为只要三天不破，就直接进入我们所规划的主升段了哈。那洪家军的股票非轧空非鹰，你一定要有，你一定要有，想尽办法，你动作要快，因为你已经差了一根涨停板的价差，玉金光也拉开一根涨停板的价差，每100万投资票你已经少赚20万元了，期货也拉开，如果以将近500点的话，是10万元一个成本哦。而且这盘市格局，连金融周线的大三尊底都还没开始。主升段的起涨，1、2、3、4、5波嘛，这是第一波而已哦。这里第二波，这里第三波主升段哦。好，每一次，这是今天富邦金盘中的日线图哦。第一天日 K D 低档黄金交叉，大盘接下来如果要冲关10545，你可能要看一下阿邦的机会了哈。这我们像5月11号的联发科。低档区这个位置点，刘老师跟大家预告的这个，好右肩对称的这个位置点，好后来直接一波喷上去了哦，日 K D 低档黄金交叉的一个机会，右肩的时间波对称，重点是哦，它的股净比才1.17倍，你记不记得10014、10393这种位置？好，金融股国泰富邦都涨到1.7倍，现在连这两档金融全指都还有50%以上的一个攻击的一个机会。底部区的形态才刚刚短底成型，大底成型，周线大底成型，日 K D 低档黄金交叉第一天，所以没有连金融都还没涨哦。所以为什么刘老师在这个两个交易日之前，当好礼拜五跟你预告轧空喷出了8点中长红，好8:50，10250直接买两口，当天这根关键性中长红就直接要大家压满了。甚至于比较晚一点点的会员朋友，你今天都至少赚480点。好，但是如果你买的更早，你可以赚580点啊！你听得懂刘老师的意思吗？好，7月11号当天也跟大家预告了选择权，原本是第二周的周选10350的call。好，其实隔天我们是44点买，隔天是77点，大概是赚75%之后。把44点抽回来，拿35点赚到的无风险的获利，在昨天7月12号，直接再买10400点的 call， 35点布局，收盘是在33.5，绝对全部都成交哈。今天收盘在哪里？今天收盘在哪里？61点呢，一天再赚75%。你如果买10万，今天已经变成17.5万。投资朋友，刘老师有没有在7月7号的一个时刻点跟大家预告？8天左右交代分时向下线型，从礼拜一开始连扣9低，3、2、1倒数计时，轧空喷出主升段，50%以上的一个机会，这个盘还会直接喷。好，所以在欧美股领先反应宽松退场，日 K D 指标都修正到20，下个礼拜难跌易涨，会有一根关键性的白点中长红。你看到了这根关键性的白点中长红。7月10号礼拜一的时间点，加权指数收盘破底10289。我们告诉大家，这个只是错觉，无量超强势横向，仰空右空。如果明天如同刘老师的规划，瞬间出现这白点中长红，来，欧美股领先反应收表退场哦，这个都不变。从礼拜二开始，只要有一根关键性的白点中长红，瞬间股票。期货压满多单，布局轧空喷出主升段。粉丝朋友，你有没有今天开心的跟着刘老师领到2根涨停板，以及期货站上起轧点，已经先赚了这480点？这个都是这3天我们飞鹰计划的成员。好，啊，今年这半年一整年，我们已经打完收工了，剩下的刘老师加倍要加好几倍要奉还给大家的。好，刘老师没有亏待任何一个飞鹰计划的成员。好，所以你错过了这刘老师321倒数的，今天是我们飞鹰计划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好，刘老师也会同样秉持着最关键、最稳健，你承受压力最少，可是你又想赚大钱的，你千万不要再错过这一波。如果是三之五，叫做邪恶第五波。好，这个行情的规划可能远远超乎你的想象，所以从头刘老师就提醒到大家，小心轧空喷出外太空，你高点还不好抓。好，所以务必跟上我们脚步。那下半段我们的活动的内容，请所有投资朋友务必紧盯，务必紧盯，好吧？休息两分钟之后再回来。地震了，怎么办？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期货、股票、选择权。绝对报酬策略，多空双向灵活布局，您创富的最佳伙伴。02-6783777，6783777。亚洲投顾，您财富的管理专家。咨询电话02-2578-3777，02-2578-3777。期货、股票、选择权。绝对报酬策略，多空双向灵活布局，您创富的最佳伙伴。02-6783777，6783777。亚洲投顾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为您创造财富。市场的常胜军，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02-2578-3777。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着片刻的宁静。Choose your own life， 德牌气密窗。来到我们的现场，秩序金光，已经否定了任何空方，昨天的券单都还是在增加哦。从7月6号跟大家预告以来，好，要你忍耐两个月会有第四波，好，370要卖也公开提醒你，这样子你才能在最关键压好压满当天喷出涨停。好，那今天盘中已经创下整个波段新高了。好，这是大力光。好，三王都说要攻，不是10545的一个状况啦。所以你到底要买什么股票攻12688？你要赶快布局。好，这是金鼎刘老师提醒大家，7月14号除夕哈。如果你可以在160元进场布局，今天已经176了，已经先把股息赚回来了。哦，那这么难得的还有。还有没有类似这样股票在起涨的第一个交易日，你务必跟着刘老师去做个紧盯吼。来，投资朋友，你真的不要再错过了。以往我们服务费用类似像特别会员这种群组就是起波吼，那由于要流仓，所以一定是特惠等级以上才有。好，150-200块钱以上股票一定是只有特惠等级尊荣等级以上，你的资金够大，你才适合去布局这些股票。但是这一波因为走的主流是这样，那刘老师我认为行情掌握度相对高，所以为什么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飞鹰计划直接升等，不要错过我们的飞鹰计划直接升等，不要错过我们的飞鹰计划直接升等。我们今天要结案的，好，投资票跟对人财富倍增。好，廖师希望帮你的财富加倍奉还。
那我们所有的飞鹰计划，我们所有的飞鹰计划，哦，你已经错过了这五百点，你已经错过这两根涨停板的，好，你不用想那么多。刘老师该帮大家进退的重点全部帮大家掌握好了，更重点是，好，如果你错过了这样的机会，你错过了今天这样的机会，从明天开始，我们服务费用会调整到原来，好，那等于价格差一个 range， 那等于变相就是涨价了。好，所以我们又要涨价了，所以这个关键性让你轻松卡位新主流的专案飞鹰计划，务必直接今天跟上脚步。预祝大家投资顺利，我们明天再见。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YouTube 运通财经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听得到、看得到。YouTube 24点钟线上直播上钓时，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随算随看，真方便呐、啊。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不管是跟你安奈在一起。期货、股票、选择权。绝对报酬策略，多空双向灵活布局，您创富的最佳伙伴，02-6783777，6783777。亚洲投顾，您财富的管理专家，咨询电话02-2578-3777，02-2578-3777。期货、股票、选择权。绝对报酬策略，多空双向灵活布局，您创富的最佳伙伴，02-6578-3777，6578-3777。亚洲投顾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为您创造财富，市场的常胜军，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02-2578-3777。地震了，怎么办？